暴力嘅衝突而受傷嘅其中三位警隊嘅同事。喺呢件事裏面，一共係遇襲受傷嘅警務同事咧超過十位，目前為止咧仲有六位咧係留醫。喺呢間醫院咧有三位，佢哋嘅情況咧係相對穩定嘅。另外有三位咧係喺另一間醫院，可能稍後咧亦都要進行一啲手術嚟到去治療。我哋嚟到當然咧就係感謝我哋嘅警務人員喺度走到最前線，維護香港嘅治安嚇。佢哋盡忠職守，而且非常之專業克制嚇。但係竟然受到呢啲暴徒啊，我覺得真係可以形容係暴徒嘅肆意襲擊佢哋。大家喺昨天嘅新聞報道應該都睇得好清楚。我哋一向都係認為法治是香港最重要，亦都是香港成功的基石。絕大部分的香港市民都是很尊重和珍惜香港的法治精神。要維護法治的精神，有幾個很重要的元素。第一，就是守法。無論是市民或者特區政府，我們都要守法。所以如果市民認為政府有做得不對的地方，亦都可以尋求司法覆核，以其他合法合理的方法去表達他的意見。第二個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我們透過有一個健全的法律援助制度，讓到所有要是用法庭來解決的問題的人士都得到這個公平的審訊。第三，當然是有一個非常之獨立公正的司法系統。這三個元素組成的香港的法治精神，不但只令到我們在過去咁長嘅時間保持到我哋嘅穩定同埋繁榮，亦都為我哋賺取咗國際嘅聲譽。但恐怕一次又一次，先係一個和平理性有序嘅示威。示威完結咗之後，或者就嚟完結嘅時候，就有一啲別有用心嘅人士咧，係進行呢啲暴力嘅抗爭，肆意去攻擊執法者，當然係守喺前線嘅警務人員，直接係破壞所我哋嘅法治嘅精神。所以我喺呢度必須要對所有施用暴力嚟到去抗爭，同埋係傷害我哋警隊嘅人士，予以強烈嘅譴責。香港嘅社會係唔會容忍呢啲違法暴力嘅行為。我亦都呼籲香港嘅市民，希望大家都係盡自己一分嘅努力去維護法治，嚟到支持警隊。咁我哋先能夠繼續係一個安全嗰個城市。我哋會繼續支持警隊係執法，亦都會支持警隊咧係全面調查追究到底。就用我剛才所講嘅法治精神嚟到處理呢啲嘅暴力嘅行為。咁所以即係我知道警務處連同我哋嘅律政司咧係會研究緊，盡快係調查完畢就會提出檢控，等法庭咧嚟作出呢個公正嘅裁決。好，翻嚟今日係7月15日嘅啤梨漫步，我係啤梨，我隔離嘅拍檔叫林康正。咁頭先臨開節目之前咧，林康正咧就將佢就話咧喺即係呢兩日嘅示威現場啦，咁啊有有啲新嘅聽眾啊，係啊，好新啊。OK， 有啲認錯我係啤梨。OK， 就問佢喂，你個拍檔成日講粗口喎，講粗口好勁，我係邊個？咁我就係啤梨啦。OK， 我哋嘅節目叫做啤梨漫步。OK， 今日7月15日。嗱，今日咧就當然係多嘢講啦嚇。咁其實咧，今日最主要咧都只不過將呢過去兩三日嘅嘢講一次出嚟，同埋加一啲評論。咁但係咧做節目之難啊，難在我哋真係咧，好似即係網台界嘅其中一個始祖啦，其中一個啦，我唔會話佢係嘅。嗯，阿蕭生話齋，兩條友喺度吹水同做節目其實係唔一樣嘅事嚟嘅。嗯 ，OK， 咁淨係做節目，你要排翻個順序，睇由邊度開始講起，個起承轉合個高潮位啊，或者 gap 位喺邊咧？咁其實都要花好多時間嘅。咁事實上今日我一度睇資料嘅時候咧，根本真係到而家呢一刻咧，都無從講起啊！究竟應該由邊度開始講起 ？OK， 咁我決定咧就用最 fundamental、最基礎、最基礎嘅嘢開始慢慢咁講。咁啊，過去兩日咧就大家各取所需啦。即係我嘅意思，咩叫各取所需咧？藍絲嘅朋友就當然係暴徒前、暴徒後啦。OK， 支持民主嘅朋友嚇，咁又或者一啲即係立場唔係咁深嘅朋友咧，就覺得喂屌你，就算打撚死差人，
都是屌啲應有之義，天經地義啊！天經地義 ，OK。咁我今日我將所有我嘅怒火咧，即係盡量啦。通常我次次都咁講嘅，但係都係做唔到嘅，就擺低埋一邊先，就同大家講下道理先。嗯，好啦，咁咪講呢啲咁嘅嘢之前咧，即係個節目就慢慢做。我預咗今晚 over 噶啦，即係今晚希望咧，我照計就應該可以做到11:00嘅嚇。咁、但係咧。即係有網友在 Facebook 度就 respond 就叫我最多做到10:00好啦。佢話因為點解咧？10:00咧就教主啊，鬱敏踩場啊，星期一。係。OK， 咁佢咧就話咩百花齊放就唔好咧，即係咁樣霸埋一邊。咁我哋都未試過做超過10:00。咁我哋就今晚就做到就咁。有啲59算啦。即係九點零鐘啦，又或者唔需要一定要俾個界限自己，因為實在咧真係係從何說起啊。我哋首先講翻一個一樣嘢先，我講一樣嘢先，就係、是、一個政府，一個政府何為政府，何為管治？咁呢啲即係真係夠曬 fundamental 咯啩，真係夠曬基礎咯啩，好似阿老師話齋。係啊 ，OK。咁啊，簡單啲講啦，用最簡單、最貼地嘅説話啦。如果我哋首先要承認人係咪生而平等嘅先，即係包括男性嘅朋友啊。嗱，我呢啲唔係左膠嘅説話喎。我的所謂平等並不是話你靚不靚、醜不醜、是不是叻啲，即係譬如我成日話中國人是賤啲嘅 ，OK？ 咁當然賤呢個演繹我不是今天度講啦。咁我哋咧就一定相信，喂，其實人真的有啲不同喎，有不同的 talent 啊，有不同的性格啊、擅長啊。我所謂的平等咧，就是喺嗰個政治權利啦。在那個發展權利，權利和機會都是兩回事，是平等的。我想這個說法呢就應該沒有人反對的，除非有人走出來當然不是啊，屌你老母，我們支那人就應該要做狗同鬼佬含撚，那個好像我說的，屌你老母，是啊，是吧？okay？ 即除非你有人要這樣說話，如果不是包括藍絲的朋友呢，你其實現在藍絲的朋友呢已經去到極致，就是說屌民什麼主啊，如果不是，其實我想問你們，你們共產黨都是說有民主的，就算現在都是說中國特色的民主，胡錦濤還是屌你老母說是人家選出來的。還有民主建港聯盟添，民國更加不要說，還有黨外，我說回我們偉大祖國，喂，有很多八大民主黨派，很多不同的民主黨派，喂，其實這些民主黨派真的很陰功，他們的祖師爺呢基本上都真的是民主黨派，是一個楷子，簡單來說，是啊，OK？ 即仍然是做政治花瓶的，來協商的，即是來給意見的，共產黨當然會聽啦，即以他們來說，都不夠膽說自己是獨裁，為什麼呢？即我覺得這個就真真正正是現在的普世價值，即使有皇帝的國家，其實大部分是先進國家，或者即不要說先進國家，都是君主立憲的，即係好多人歷史上或者而家仲係想做緊，無論係正真真正正做緊定係名義上做緊獨裁者咧，其實近代或者近呢100年嘅歷史話俾我聽咧，最後都係不得善終啊！咁點解不得善終咧？係咪因為獨裁一定係就係、是、管治得差有暴君咧？理論上唔一定嘅，不過事實上，如果大家不追求制度而是靠人，人是實在太恐怖了，因為人會變的，人是會犯錯的，是啊，所以我們就追求制度，這一點我相信即使是深藍的人士都不會反對吧， otherwise 你們不會支持，你們民喂你說真的，你哋民建聯都叫民主建聯盟啦，啱唔啱？自由黨都話追求自由啦。咁我哋簡單啲講咧，就係咧，其實我哋等於一棟大廈嘅業主，喂，啲業主個個有自己嘅持份啦，用而家啲左膠冚家產語言嚟講 ，OK？ 喂，咁究竟邊個負責倒垃圾啊？邊個去做會計啊？邊個負責搞條街道啊？喂，邊個辦事管理處去屌你拍門啊？咁我哋搞唔撚掂喎，於是乎咪整個管理處咯。如果用最簡單嘅演繹，政府嘅角色就只不過係咁樣嘅啫。咁當然，譬如話業主立案法團啦，我哋組成請埋個管理處啦。咁我哋對管理處嘅經理、對業主立案法團嘅主席或者委員係會有一定嘅尊重啦，因為你為我哋做事。但係係咪唔屌得、唔鬧得、唔可以屌你污走佢哋咧？假如我哋做錯事嘅話，咁我諗呢樣嘢係人都知道唔會係冇可能啦。冇諗理由屌你，我哋作為市民冚家產，明明屌你咩個業主立案法團屌你貪污舞弊喺後樓梯屌閪。
屌你又奶閪啊，又屌你乜阿財叔啊，同屌你乜阿多尼含撚啊，跟住我啲管理費全部攞嚟攞撚曬，自己去溝女叫雞，佢喂溝撚完女叫撚完雞，仲要屌你搭雞屎喎，吹撚正咬力我撚食啊，係啊，而家我攞啲管理費，佢幾時倒垃圾啊？倒你老母啊！我而家攞啲錢啊，去同隔離屋倒啊！即係好似屌揾啲俾啲大陸佬入嚟住水泉澳村啊，啲新移民150個啊，咁然後咧，你哋去發圍咧，佢哋話喂，屌你連大字報啊，或者點樣咧，就話你哋搞事，有冇啲咁嘅道理先？有冇啲咁嘅道理先？嗱，我唔係同我哋自己有講，我哋同自己有講咧，個個都明嘅，呢啲係簡單道理。係，咁有啲即係唔好話對家啦，就話誒咁係咁噶啦，嗱，即係呢樣嘢咪又係咁係咁咯？點解會係咁先？一定要係咁？誒，總言之係咁啊，係冇得選擇。喂，誒個個做都係咁嘅，嗱嗰啲咧 ，and that's why 嗰啲叫做賤，賤啊，因為佢自己利益都受損嘅其實，佢話唔係，因為點解啊？我自己係記得利益者，我舐到嘢，於是乎就將呢個嘢睇唔到，但係呢啲嘢睇唔到咧，於是乎就會有大反撲咯，因為你舐嘢，但係好多人舐唔到嘢噶嘛，就會有大反撲。大反撲之下，就你啲舐緊嘢諗住穩坐釣魚船嘅人都分鐘俾人掉甩埋落樓。剪撚埋你賓州，為咗防止自己會俾人掟落樓或者剪賓州，於是乎有啲醒目啲嘅記得利益者啲業主都會話：喂，不如同我業主立案法團啦，或者同我管理處講，喂，我哋都繼續食，不過屌你滴翻啲，屌你老母米糠俾啲冚家產食，咁你冇咁撚炸型啦。但係依家你滴都唔滴，跟住啲人想食翻少少米糠，你就屌七人報頭。咁於是乎咧，有啲管理處就會話係喎，咁樣搞落去都唔掂，就滴翻幾滴落去。OK， 咁嗰啲人又都有幾滴啦，算啦，又可以即係叫維穩一排。即係餓佢唔死咪算咯。但係咧，竟然個管理處都諗住滴啊！我當然我唔係話比喻而家呢個政府啊，就梗係有啲人唔得，屌你老母！咁樣就退嘅，就係妥協，滴得一滴俾佢哋，佢哋就屌你咁食住相啦。會食埋我哥份噶啦，唔諗係啦，屌你老母閪，叫我摩羅餅，屌你老母大頭全，全部同我懟冧佢哋。喂，懟冧佢哋唔得喎，屌你老母閪，佢哋人多喎。屌你啦！慢慢懟，但係於是乎心生好多咁嘅詭計。OK， 咁你如果你話一個咁嘅管理處，或者一個咁嘅立案法團，老實講要推翻佢，有咩大不了啊？喂，推翻佢邊個做啊？屌你個個做都係咁啦。嗱，我先唔好討論呢個問題先。推翻佢邊個做？咪到時先算咯。到時大亂噶啦，咪亂咯。喂，但係依家本身個業主立案法團係做得好差，搞到啲人管理費啊交咗去都冇服務嘅時候，係咪要推翻佢落台先？首先咁講，第一步。其實咧，推翻咗之後係咪真係會亂都大家唔知。係啊，就算真係會亂，咪亂咯。但係依家已經好亂了。好多人都唔明嗱，呢個亂係政治上嘅亂，但係個市面上仍然係一陣我哋先講呢幾日嘅事啦。好簡單。我要跟各位朋友講，有些人甚至乎支持市民、支持示威者的人都似乎開始喂咁搞法唔掂喎，係咪要收手啊？我都聽到啲聲音，喂搞亂香港噶咯，唔撚掂喎！依家真係暴力咯，你唔單止你會失民心，係鏡頭睇到係唔好睇喎。嗱，咁講一陣，我哋先講失民心啊，鏡頭睇到啊，或者我提供，我因為而家講真啦。我哋莫講話，喂，啲年紀大啦，就算而家嗰班聽，而家嗰班示威者都係我哋聽眾，因為我相信有嘅，但係唔多，後生啊嘛。OK， 但係即使喺而家呢刻，佢可能聽得入耳，民心大家後生過，我當你講嘅，因為我認為我講嘅係我真心相信，亦都有一定嘅道理啊。但係你就算叫我啊，啤你今年51歲，走撚落現場，我嘅話和你飛有妻人有好人有壞人，你喺嗰個現場度，我諗你屌你咁，你都會上頭啦，民心嗰句，係咪呢個真係正常？所以其實你除咗講廢話就去呼籲大家克制，其實就真係冇乜嘢講啊！即係嗱，同一道理，黑警嘅冚家產入邊當然係冚家產多啦。黑警會唔會有好人？我成日堅持話一定有嘅。我琴日收6-7個黑警嘅 WhatsApp， 唔止一個。OK， 但係。佢哋一樣會上頭，點解咧？一陣我先慢慢講，因為今日大把時間，所以我哋講最基礎嘅嘢先。好啦，屌你老母！喺咁嘅情況底下，如果你話喂到時好撚亂啊，呢一樣就係好多人合理化而家共產黨呢個極權政府仍然存在喺呢個中華大地嘅其中一個原因，明知佢喺不過俾時間佢，有人嗱係記得利益，有人堅係咁諗嘅。我同大家講 ，OK， 先唔好講。對比其他國家或者從歷史去學的教訓，與其繼續這樣被人說給時間他你自己失敗，有班撚樣就坐穩釣魚船或者
好似動物農莊咁咯，佢都認為人人平等，不過係平等過你多少啦。嗰、個多少就好撚緊要噶啦。係 ，OK， 好啦，係咁嘅話，作為一個有血性嘅人，屌你老母，梗係寧願大家冚家產，好撚過淨係你冚家產，人哋屌你老母揾座釣魚船喺度屌咯，屌你范冰冰，屌你一洗就洗幾千萬，食包心刺肚，有冇可能啊？皮嘢，拆波，屌你老母！要穩定，有啲人話要穩定，你要睇下而家係乜嘢穩定。喂，嗰班人唔單止上咗岸享福，佢叫雞玩女就玩你個女啊，玩埋你老婆添啊！你又太過以偏概全啦，林康正。如果嗰班人係上咗岸，我真係明曬佢哋點解要咁做嘅，或者就嚟上岸，好似阿叻嗰啲咁撚樣，係好多係 suffer 緊嘅。明明而家屌你老母，戆捻鸠又攞中门，屌你老母閪，个女我唔捻理佢，个女要做鸡啊！屌你老母，佢都仍然要撑政权啦。系啊。咁你點搞啊？呢啲就係我講嘅賤撚格。而呢啲賤人咧，唔係淨係我哋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我哋中華民族有，係每一個民族都有。不過就真係喺我哋個民族度特別多。點解咧？係有原因嘅，基因嘅原因啊。嚇，咁我哋得閒先講啦呢啲話題。因為中華民族有冇有種嘅人咧，梗係有啦。不過多數都殺撚曬啦。係，OK， 多數都殺撚曬啦。好啦。咁啊，呢兩日咧，頭先我哋睇完林鄭月娥嘅片段啦，哇，咁啊講咗16分鐘，屌你！咁啊，好多人仲話冇撚播啦，冇撚播啦，唔得，一定要播。係，第一，佢而家出鏡嘅機會唔係咁多啊。喺近過去嗰兩個禮拜，如果近啲咧，近呢幾日咧，就淨係有網傳有人咧偷偷地啊，有啲咁嘅屌達官貴人咧，喺佢咧見啲咩外國商會唔知乜柒啊，嘅時候咧偷鳩影佢，又咪有錄音，但係相就冇片嘅，就相又跟煙又成。我同大家講，林鄭月娥就當然係惡毒無比啦。其實就司馬昭之心，咁但係咧，我哋都要將我哋嘅睇法咧講出嚟嘅。咁首先咧，呢幾日咧，其實幾次林康正又唔止去咗兩個地方嘅，去咗四個添。林康正點解咧？第一，你去嗰個咩港大嗰度啦，港大啦，跟住傳媒人個遊行啦，即係影中同埋佢政總啦，跟住又去上水啊、沙田啊咁咯。係啦，咁但係咧嗱，我就冇乜點留意啊。咁但係我見到咧，我哋啤梨漫步嘅直播咧，都係好多時得幾十人睇嘅啫喎。尋日喺沙田就最高峰都500多，500多咁都唔錯。但我哋係同一時間係兩三條線佢一齊喎。O K， 但我見到人哋立場啊、蘋果啲係幾萬人咯。哦，咁人哋有歷史，佢儲住啊嘛。O K， 咁啊，真係其實我哋係咪真係要再繼續做呢啲嘢咧？即係我喺度疑惑緊啊。咁點解我冇去咧？第一，我梗係唔會去啦，咁樣辛苦嘅事。O K， 第二，其實我仲更加辛苦。我過去兩日都係寫字樓，係收貨同埋派貨。咁今日林康正你翻到嚟，我都當然冇講過啦。但其實我非常佩服自己，因為咧啲貨係多諗到冧諗到成個係門都開唔到我哋呢度，呢度隻門。咁我叫夾硬擺好之後咧，第二日琴日又話有走到咯喎。係，終於嚟到咯。終於嚟啦。咁佢話叫我話星期二先嚟，我話唔好啦，我就即刻揸架車去沙田同埋四海度攞。咁攞完之後擺翻嚟咧，發覺開唔到隻門，因為點解咧？啲嘢冧曬落嚟頂住隻門，咁啊執咗成日。咁其實而家都。好撚危險啊！咁但係我都執到咁撚企理咧，係冇人知道我嚟咗咁撚多幾百部 CCTV 啊，幾百支酒啊！咁真係我都好撚佩服自己。咁所以如果收到我 message 叫嚟攞機啊、攞酒嘅人咧，就盡快嚟攞，唔好頂住我哋。但係如果未收到，亦都唔使催。咁陸陸續續咧開始慢慢咧，特別係 CCTV 咧，應該喺呢個禮拜尾開始咧，啲功課就正常噶啦。咁關於啲咁嘅業務嘅嘢咧，同埋我要哇，真係實在呢排。即係我有陣時睇住你嘅直播，香港好似好撚亂咁。喺你哋直播，無論喺上水又好，喺港大又好，喺沙田又好，一邊廂你哋喺度直播，下面喺度衝打。樓上亦都有人喺度煲煙啊，酒樓又喺度食嘢啊，即係個情況就好似包圍警總一樣。呢頭喺度包圍警總，嗰頭係攬女飲酒。屌你乜謝飛度攬女飲酒啊！上面嗰間美咩咩酒樓咧，嗰啲撚嘢喺度都裝落嚟啊！係啊係啊係啊！喂！我都拗撚曬頭啦，咁樣叫暴動咩？嗱，首先我要理身下琴日先，琴日我老母咧就走去，我老母78、9歲噶啦，就走去沙田同啲老友打完牌，咁啊打完牌佢仲要八卦落嚟啲天橋啊，周圍裝下，見到咁多人，梗係裝下啦。咁嗰陣時7點幾8點啦，就未到高峰嘅。係啊。咁但係咧，嗱我好公道嘅，就有好多示威者，哎呀婆婆你去邊度啊？你唔好留喺度啦，就叫佢即係帶佢叫佢走。係啊。亦都有差人叔。咁啊，婆婆，你唔好企喺度啊，危險啊！你邊度就帶埋佢去搭車。我嗱，我夠佢撚曬公道啦喎！我就係想話，如果咁樣係暴動嚟嘅咩？屌你老母！一個幾廿歲老人家食撚完飯喺沙田打撚完牌，咪就係、是。
挑你老母，你講乜撚嘢暴動暴徒啊？嗱，我就即係開始要逐樣講啦。首先，由新林鄭月娥係咁又譴責呢樣嗰樣法治，聽落去好似無所可駁嘅。大家要搞清楚個背景，個背景就頭先我講嗰樣嘢。喺今次其實大家都好清晰，除咗一個反修訂條例之外，係香港人，香港人啊，係忍咗你22年，特別係呢10年8年嘅倒行逆施，種種將我哋香港人淪為二等人嘅措施，將所有基本上係有害於香港、有利於你哋擦鞋，唔係有利於國家添啊！甚至乎，因為如果你話真係要一國兩制，乜嘢叫做最有利國家嘅林康正？最有利喂，屌你執接上大陸咯！最有利國家，我講翻嘅基本現實就梗係維持香港真真正正，就算甚至乎好似97年前咁自由開放嘅呢、這個先係最有利佢哋所謂嘅國家嘛。即使我哋退一萬步咁諗，係啊，係咪啊？但係結果係乜嘢咧？結果有利係咩咧？係害國害港，然後係有利你哋自己。屌你冇飛黃騰達，做呢乜人大常委啊？做乜撚嘢？屌你老母閪，大官貴人！但佢一將功成萬骨枯咯，係犧牲大眾利益，將啲錢轉入自己荷包喎。係萬骨枯得好緊要，所以今次於是乎係一個集體，係一個集體嘅反撲。嗯 ，OK， 好啦，喺呢個運動由呢個6、7月，到時我諗我哋都應該係有寫，尤其是林康正成日喺前線啦，最前線啦，要寫翻個戰記。OK， 即係盡快，即係鬥快啊！屌你嗰啲，不過寫嚟都冇撚用，因為而家三中傷唔擺凳。佢大家都唔知道，可能即係我由寫10年前80號運動開始咧，因為每次都喺佢前線啊嘛，所以先寫咗咁多本香港抗爭系列嘅一系列嘅書。但係而家我哋啲佬都賣得甩頭甩骨啦喎，幾時你先叫阿彭志銘攞翻齊嚟咧？即係都要問佢啦。唔係，你冇所謂，我俾張票佢，等佢有錢收下。係啊，係。而家冇錢啊，因為你真係蝕大錢啊！大家真係咧，老實講啊！嗱，而家彭志銘除咗幾個個別一啲樓上書店咧，其實大家都可以上去嗰啲，應該喺旺角田園嗰啲咯，唔係佢自己，你上去直接上去度都得嘅，係啦，即係叫做幫下手。因為咧，雖然我覺得佢好戇鳩啦，但係呢個世界上又係咁樣講咯，冇咁戇鳩嘅人咧，佢繼續去做呢啲咁嘅出版咧，喂呢啲咁嘅文字或者有好多記錄根本就會淹沒埋添啊。嗯，啊，因為其實佢除咗政治書之外，亦都有好多。即係本地文化嘅書啊嘛，係啊，你好似阿浩叔，即係過咗身啦，唔好嗰啲書，佢唔出有咩人出啊？冇啦，係咪先？仲有邊個會出啊？嚇，咁大家要支持阿彭志銘啦。咁有兩個出版社嘅，一個叫咩啊？四不像，一個次文化堂，一個叫次文化堂，其實都係同一間。係啦，大家認住，即係佢啲書亦都易睇嘅，即係故作高深嘅，即係唔係啲左膠啲懶係深嘅。好啦，咁啊，但係今次咧，即係頭先林鄭月娥點解要繼續播咧？仍然我一向咁講嘅咧。就好似我哋咧睇呢個啊，即係佢睇嗰啲縮角啊、打拳啊，臨出場之前咧，咁有啲撚樣喺度濕你幾嘢啊，係啊，白白嘢咁，令到你，令到你啦，佢話屌就話屌柒你啊，屌你老母閪，你就係屌你老母閪，son of the bitch 啊，呢樣嗰樣係咯，撚緊啦，即係我哋都要揾啲片嚟刺激下。佢特朗普以前咪做呢啲嘢咯，係啊係啊，唔係。做嗰套叫《飛黃騰達》，羞辱人你唔好話特朗普啦。其實而家呢啲咁樣咧，即係我哋拆嗱，大家唔需要我哋慢慢嚟，即係好啲。喂，快啲講啦，快啲講！屌你，其實啲嘢冇講啊，大家睇眼一眼見曬啦。即係我哋慢慢嚟嚇，即係好似啲馬佬有陣時咧，一擒上去啊，哇咁嚟咯咁嚟。喂，啲女其實個心啊，初時就費事出聲嘅。如果熟啲啦，同你熟咗少少咧，你啊慢慢嚟，你咁心急做咩啫？啲女人成日話慢慢嚟，即係慢慢嚟先進入個高潮，就唔係一開嚟屌兩單，直刀黃龍咁屌，梗係唔撚得啦。要有前戲啊嘛。係啦，而家我哋係前戲嚟嘅啫，慢慢嚟，即係吹下氣啊，食下耳珠咁樣。係啦，好啦，林鄭月娥，頭先係講翻大番説話啦，又話咩法治好重要啊，法治最重要的手法。嗱，首先咧，即係我就唔想挑嗰啲字眼嘅，但係真係忍唔住啦，我成日聽人哋一咁講咧，我就谷撚氣啦。法治最重要嘅咧就唔係手法，法治係一個系統嚟嘅，係一個 system 嚟嘅。唔守法即係犯法，犯法你就拉鳩佢嘅啫。犯法就係唔係破壞法治嘅，就唔好成日講埋呢啲嘢。OK， 咁好啦，咁有啲嘢當去到喂，老實講，佢係咪犯法啊？琴日啲示威者啊，某程度係，因為點解咧？當你要嚴格執行一啲法例，明明譬如。譬如啊嚇，7點鐘
嗰個不反對通知書係完咗啦，佢就有權告你非法集結。嗱，首先大家搞清楚一樣嘢，包括啲議員大眾，如果我哋係反建制嘅，我哋尊重基本法嘅，基本上根據公安條例，佢呢個不反對通知書係多撚餘嘅。嗯。是多撚餘的，因為基本法寫到好撚清楚，我哋香港人係有集會、結社、遊行嘅自由嘅。嗯，你所有呢啲攞咩反對通知書係含得撚啊，多撚餘，惡法嚟嘅，係惡法嚟嘅。好啦，我當你守嗰條法例，於是乎一過七點鐘，你哋咧屌你老母就係非法集結啦，多過三人以上，呢啲又係惡法嚟嘅。就係打麻雀都唔得啊。咁好啦。就算何況而家我哋見到嘅唔係三人以上，你一條都行過，屌你老母閪，佢都話你做乜嘢示威啊？太多片啦，我哋播唔曬嘅。好似條友，哇、哦、大佬，我啱啱咪三年翻嚟，屌你老母，屌阿 Sir， 你睇下啦，我個乜撚嘢啊？我個有個我住户證咯，即係住樓上啦。住户證同埋八達通，我啱翻嚟啊，唔撚你拉撚佢先。連阿婆都唔得，阿婆依埋廁所兩粒鐘，黐撚線啊，真係好不便啊！唔係，咁我歡迎佢哋繼續做呢啲嘢㗎。其實我歡迎。呢叫咩？無差別執法喺旺角、上水、沙田三次都係。而家度度都係咁㗎啦。所以我係 welcome 嘅。咁當然，我哋作為一個有營養嘅節目，嗱，今日咧，我相信起碼有六七個差佬聽，因為點解咧？佢琴日 WhatsApp 過我，咁我當佢哋就算唔係聽 live 都會聽翻啦。我話今日會講㗎嘛，同佢哋講下嘅嘢㗎嘛。咁大家放心，我琴日已經預告咗啦。嗱，我唔會講死邊日，因為我驚咧嗰個嗱，你都識得嗰個差人，佢上嚟嘅時候佢唔會出鏡，佢會聲音經。哇，我哋可唔可以聲音直播嘅時候改佢把聲啊？有冇辦法？有冇 Apps？ 扭少少。OK， 得掂，扭多啲啦，盡量。如果唔係，係啊，少少人哋唔敢嚟啊。我哋唔夠膽咧，即係宣佈定邊日。嗯，費事咧，佢有啲差人啲藍絲嗰啲咧，我屌你老母要捉嚴啊！嚇、嗯，不過放心，我哋係絕對會保護得佢好通透嘅、嗯，因為咧，即使係直做 live， 我唔中意做錄音啦，咁、我哋咪帶同佢帶埋，即係同佢捲撚到陶傑咁樣啦，揾啲錢。係啊屌你老母！你又知嗰個陶傑？跟住整埋聲，整埋聲啊咁樣嚇！屌你老母係咁，喂講真啦，喂你冇搜查，你唔好諗緊入嚟添啊你。嗯啱啱啊 ，OK， 咁我哋就喺應該呢個禮拜咧，大家留意住啊，黑警踩場，咁啊黑警仲盡訴心中情、嗯、，OK， 咁但係既然講得黑警啦，咁大家啱聽咪聽下，唔啱聽啊，當然係可以屌柒佢啦，反正唔係屌柒我，我係冇所謂嘅。不過作為一個平台，我一定係會兩面都聽嘅，好啦。咁啊講到咧，哎呀，我哋點樣啊？大家見到啦，係幾撚暴力啊？呢樣啊，嗰樣啊，第二三節我哋會慢慢講、嗯、，OK， 咁。如果你話喂，就算啊，你惡法啊，你點都要守法。總言之，犯法就唔啱。嗱，呢啲係好多藍絲咁講。嗯 ，OK。咁我覺得呢個係又真係喎。咁犯咗法唔執法咩？咁於是乎好多人出嚟講咗話，喂，其實你可以特赦啦。嗯，我即係連李國能我都認為佢唔合道理啦。特赦當然不是破壞法治，只要特赦這件事不是無中生有的，只要特赦這件事特首是有權力的，當然可以採取特赦。好像當年吳告胡仙，當年 ICAC 而最重要的就是其實很清楚很 clear 的，就是由六月開始這個幾月以來發生這麼多事，作為一個政府，即、就是這個管理處或者業主立案委員會、嗯，理論上是一個有為的政府，是應該一定出來去化解這個矛盾的、嗯、即是住客與住客之間的矛盾，警察都是住客來的嘛，是啊，但是我們見到不見到有，不單止見不到有，他還要是不斷不斷地屌你老闆去潑鳩你們、嗯、我撐警隊的、嗯啊、我沒有理由屌你老母是捨棄警隊的，其實我就聞到少少陣味的、嗯、因為即使今天那個原左級那裡臨乜鳩嘢出來講嘢，我都聞到啲味的，佢今次跟之前講嘢唔同曬喎，因為點解呢？各位黑警朋友，你聽我講，其實呢，如果你們再不去搞清楚你們自己警察的 duty 究竟是什麼，你們的命運將會相當悲慘。嗯、这个是没有人想见到，但是我由 day one 到现在，又或者我跟林康正认识了这么多年，做这么多年拍档，我们平时就不会怎么谈，但是大家是有一个共同点，因为我们是一个正常的人，其实一早在几年前就foresee到这现在的事情会发生的，不过究竟是他会在什么的情况底下出现，在什么哇你估都估不到的，因为无端端屌了个屌了什么陈同佳想了条女、啊、你估不到的嘛，这些嚇、啊！咁你於是乎係觸發到咁樣，咁樣出嚟。老實講，
一而家暫時呢一刻都仲未去到不可挽救嘅地步。我話唔係啊，去到咁樣都不可挽救。各位朋友，因為你哋太細啦，雖然我都冇經歷過，但我比較接近嗰啲時期，因為我嘅成長都會聽住兩班人喺度拗。但係嗰陣時有一個合理嘅政府，於是乎就將香港人嘅怨恨慢慢化擺低。OK， 而家嗰個分裂某程度係比六七年的暴動的時候更加大，因為點解咧？六七年的暴動咧，大部分香港市民其實係企喺黑警嗰邊啊。嗰陣時，而家政府即係政府係代表黑警，代表政府咧。但係而家喂，大部分市民似乎都仲係企，唔係似乎啊，即係我嘅自己觀察咧，都仍然係企喺示威者嗰邊喎。嗱，呢一個係令我哋非常之咁。即係奇怪嘅，因為七年示威嗰班背後係中共啊嘛，嗰班真係，而且嗰班真係暴徒啦嘛。而今日嗰啲警察背後又係政府，政府背後又係中共啊嘛，係啦。因為講到尾係對你中共嘅不信任。你要記住喎，嗰陣時嗰班係真係暴徒，真係放炸彈嘅喎，係炸死人喎。而家嗰班僆仔算係點樣啊？屌你老母接撚住！我琴日我即係呢兩日喺屋企睇，即係撈係直播啊嘛。當年撈咧真係好撚唔抱咯，我覺得佢哋嗱，我真係要屌柒你哋。我知道撈有睇我哋節目嘅個 camera man 成日播住鏡頭剪嚟剪去嗰啲冇問題啦。咁兵荒馬亂嘅時刻，冚家鏟喎，佢又唔撚收聲喎，即係唔記得識聲喎，就於是乎自己傾過喂，屌你點解邊撚度食嘢啊？佢話啲隔離嗰啲人講粗口啊，就播撚曬出街喎。咁當然啦，呢個即係少少技術瑕疵啦，我只能夠咁講啦。睇立場啦。咁啊，立場其實而家咧冇辦法啦，基本上差唔多全線嘅記者，即係除咗 TVB 之外啊，話 TVB 都係嘅，不過唔夠膽表達，亦都唔奇，都企喺抗爭，即係比較嗱，佢哋因為有個專業，但係佢哋都比較企喺抗爭者嘅身邊啊。因為你的而且確太癲啦，啲警察，兵荒馬亂，誤中良民嘅，明白。但係問題係。屌你老母！你不斷誤中就唔係誤中啦。當你一個又係咁，全部都係大家睇直睇直播，啲記者咧啊 off 曬啦，啲人走曬，示威者。屌你老母！個個喺度傾偈嘅時候咧，個後面吊撚住個頭盔嘅喎。屌你老母！記者點解要戴頭盔啊？你淨係呢樣嘢，你警察已經屌你乜醜足全世界啦！呢啲係戰爭罪行啊！屌你打緊仗啊，都唔會有咁樣嘅情形出現啊！有陣時誤擊係明白嘅。屌你老母！記者唔撚係喎。屌你老母！仲要俾人影撚曬，行開記你老母啊！嗱，第一日係咁，第二日好似收斂，跟住咪又係咁，係嘛 ？OK， 好啦，咁啊，呢個政府咧一直唔講究竟點樣去拆呢個解。講真啦，我真係多謝佢，因為我自己覺得林鄭其他嘢唔好做。如果講一句撤回，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如果獨立調查委員會即使係流嘅都好。我覺得咧，對我哋抗爭嘅人咧就好撚大鑊啦，因為點解咧？我真係覺得好可能咧，我唔知啊，可能真係估啫，會有一半人會覺得，即係而家支持我哋嗰邊嘅人啊，喂，屌都講到撤回啦，都屌你獨立調查委員會啦，咪睇下點做先咯，下次唔得你先再出嚟啦，唔好再搞啦，再搞，於是乎咧就慢慢真係會 backfire 啦，我覺得可能會，佢堅決唔講，一個訴求都唔答應你，堅決唔講，咁我哋又去諗咯，我哋開始要諗咯。呢一個係林鄭嘅堅決訴求喎，堅決唔好褪啦。定係中央咧？嗱，呢兩日又有特別消息傳出嚟，《金融時報》講就《金融時報》講，其實之前我哋都講過啦，大家又話我吹水有剩，我人哋《金融時報》揾到料，我當然都揾到料啦。我同大家講，我之前講嘅係話林鄭月娥辭職，不特止林鄭月娥辭職，係遞埋辭職信，而且係老公同佢打嘅。呢個係我喺特別嘅渠道攞翻嚟。屌你！雖然我哋嗰日嗰條題都呃咗十鳩幾廿萬 view 數，但係我哋係唔中意做標題黨嘅。我係收到幾多封嗱，我唔能夠永遠唔能夠做證，不過我係聽到人咁講，同我咁講，因為每一日都有好多人識相又好，唔識相又好，不斷 send 啲唔同嘅資料俾我嘅。係 OK， 咁我咪同大家講咯。咁好啦，你而家睇翻轉頭，林鄭會唔會辭職咧？嗱，林鄭係會辭職嘅，因為點解咧？醜啊！點樣解醜啊？記唔記得啊？屌你老，而家就播爆出嚟啫喎！平時啲人點樣睇佢？點知啊？屌你麥美娟，屌佢老母喎！喂，張華峰專登漏聲喎！喂，大佬，你入到去個個都叫你
特首早晨，特首早晨。但係你行過你，假如你去，你都覺得哇，屌你老母！原來個個都屌你，想咬鳩我嘅，咬鳩我春袋嘅，佢冇啊，雖然係咧，咁屌你老母！於是乎，佢話喂，不如覺得唔好撈啦，同埋點樣面對啊？佢最尊敬嘅習近平咧，嗱，傳言就話佢辭職，我哋偉大嘅社會主義祖國嘅中央咧，唔諗俾佢辭職。嗯，因為點解咧？要佢搞撚掂啲蘇州市。係。同埋呢個時候亦都冇人肯做，亦都不過上邊篇報道 set 咗個限期，就話下年嘅立法會之前咧，林鄭就會落台，即係好似董建華2003年之後都唔係即刻落台。重點只係執掂啲手尾，係啊，執完你就好同佢躝屍趌路。嗱，我哋咁諗，究竟林鄭月娥以佢讀英翻書嘅，佢嘅辭職係真心辭職咧，定係以退為進？以退為進咧？嗱，我自己好簡單直接講，佢係真心辭職嘅。佢未有咁叻嘅玩啲拳術，我覺得。OK， 但係當中央一定要佢，佢偉大嘅中央叫佢你搞撚掂佢啊！然後好明顯係將個鑊卸落去度，加上而家完全零民望，大家睇佢其實落曬形死定嘅啫。係啊。OK 嘅時候咧，佢會點做呢？第一，佢真係唔撚識嘅，佢識得做乜撚嘢啫？係喎，我見啲建制派出嚟，全部係譴責暴徒啦，係啊，但冇話係撐林鄭政府喎，連譚慧珠都出嚟割席喎，梗係啦，呢個其實自從上個禮拜到依家呢刻，話可以撤回喎，條條例唔關中央政府事喎，到依家呢刻都仲係啊，係啊，到到依家呢刻仲係啊，好啦，好啦，既然你仲要暫時挺住我，咁佢就會諗啦，第一可以做兩樣嘢啦，第一。佢真係唔識做，咁咪好似而家咁做咯，係做呢啲嘢嘅啫。嗯，因為如果佢做妹仔嘅時候，佢真係拜 order 去做嘢嘅時候咧，以佢嘅性格，如果老細話嗱，我唔撚你，我哋係 be water， 我哋猶豫啲，屌懷柔嘅，搞撚掂佢，咁佢就會懷柔到啊。嗯，咁但係而家老細係唔俾指示，甚至乎就算俾指示，係一定唔會係懷柔指示啦。以共產黨嚟講，嗯，任佢搞。喂，你搞撚掂佢，我唔撚理你嗱。做老細咧，你話咁樣可以好唔負責任，咁樣就係做老細啦。如果唔係做老細嚟把，或者根本我理鳩你，你同我搞撚掂佢啦。根本就冇指示，因為啱兩日開完北戴河會議，成個中國大陸嘅標題就係咩咧？習近平喺15號即係今日將會去內蒙古視察，即係表示習近平嘅位置仲穩，但其他嘢係完全冇提過。嗱，首先我哋又即係你既然講開北戴河，我哋又要咁講下啦。咁北戴河一件咩事呢？北戴河係中共嘅，即係叫做習慣嚟嘅。係，咁就係叫做度假嘅地方啦。咁撚熱，點解要度假啦？咁但係北戴河最有特別嘅地方咧，就唔同平時開嗰啲咩七常委啊嗰啲爛鳩會，係成扎成 party。就最緊要係啲老鬼啊，係啲老鬼會出嚟。咁啲老鬼嗱呢一樣就麻撚煩啦，即係我哋睇黑社會都睇得多啦。阿平仔，喂，明明阿樂，屌你老母閪，喂已經係沙菲人嚟㗎啦。屌你諗你嗰啲咩譚炳文啊，嗰啲咩咩咩咩浪根啊，嗰啲嗰啲乜全撚冇咯，阿郭峰啊啲撚樣走出嚟麻撚煩啦，即係喺度阿撚阿炸嘅喎。OK， 嗱喺呢個情況底下咧，習近平咧係有壓力嘅。OK， 嗱佢今次開完北戴河會議，暫時出嚟咧就係去呢一個蒙古啦。亦都暫時呢一兩日因為太快啦嚇，未有咩消息話嚟講香港嘅。咁似乎咧，咁點解會咁樣講咧？我哋第一可以睇得兩啦，第二就係習近平同翻佢哋開會嘅時候，即係大家除撚曬衫啊，玩賓州嘅時候咧，嗱，總之香港大家定少少，我會搞撚掂，係我會搞撚掂，我叫咗去搞㗎啦。OK， 咁我哋去睇呢個慢慢，即係呢啲嘢，使我哋太靠估啊，冇意思啊。好啦，咁佢既然得個咁嘅令指令落嚟，一嚟佢又唔識，二嚟佢要面。呢一個就係呢個世界上就係最撚大鑊就係呢樣嘢啦，阿林康正，因為一個人嘅面子，因為佢嘅個人性格嘅缺陷，佢因為自己唔肯認埋認輸啊，佢而家係拗氣，就等於兩公而唔係做一個政治人啊，做一個管理人，就係唔肯講嗰句撤回 ，OK， 於是乎而家令到更加惡化，去到而家呢一刻咧，佢嘅判斷係乜嘢咧？佢嘅判斷。如果用高深啲嚟講，就係、是、屌你老母，我就係要專登撕裂香港，話撚先死撚多十個八個啦！屌你老母閪，鬼撚叫你班香港人負我，令我屌你負千萬人，不能俾香港人負我，抵撚到你死嘅。曹操啊！
嚇，佢可以有咁嘅心態噶，係報復嘅女人心態。嗯，係喎，女人好多呢啲心態咯，好多一拍兩散咯。嗯，啊，你班女人屌你搞鳩我嘛？因為佢真係覺得係你哋香港人搞鳩佢啊嘛，而家佢唔諗下你無撚端單無撚啦啦整單啦整條咁嘅逃犯條例出嚟做乜撚嘢？係啊，俾阿十一哥點撚咗你？好啦。佢唔會去 blame， 佢唔會去責爛十一哥噶，佢唔會責爛任何李家超嗰啲噶，就覺得你香港人同佢作對。係啊，喂，嗱呢一個，佢既然係咁，由哥你哋繼續去搞咯。如果唔係嘅，其實喺上個禮拜，唔好講呢個禮拜，喺上個禮拜，上個禮拜我行邊度啊？行即係再上一次就行九龍大遊。九龍大遊行，其實已經最尾去咗旺角。其實佢已經見到呢今日呢兩，即係早尋晚同前晚嘅事件嘅初形噶啦。係啊，係嘛？但係不單止，佢冇向公眾講話，好明顯佢亦都冇俾指示，或者指示指唔到落去下面啦。就係、是、喂，屌咁樣唔撚掂喎，屌你咁龍中捉鳖，屌你瓮中捉鳖，屌你遲早屌港狗入窮巷冚家產就咬鳩你哋嘅喎。佢冇啦，佢甚至乎而家你睇到佢好清楚就係佢係期待呢啲畫面，佢或者中共都期待呢啲畫面，就係、是、期待香港人民意逆轉。但係好遺憾。Unfortunately， 由7月1日衝擊立法會澳玻璃，到到而家，似乎民意都未達到佢哋嘅大逆轉。嗱，琴日已經出現群毆群嚼啲，好似啲屌你老母喺非洲嗰啲咁樣嘅，嗰啲咩狗啊，好撚肉酸個樣。哦，係。嗰啲咩狗啊？咩藏獒啊？唔係，非洲有屌有藏獒啊！非洲有隻狗個樣好撚肉酸，個嘴好撚尖噶，好撚閪嘅只狗。哦，知道即係成個黑天犬咁款啊嘛。字好撚難寫嘅。唔知咩中狗啊、毛狗定乜鳩嘢啊？嗰陣時我嗱我個話説，我1995年去南非，咁啊屌你老母閪！我哋有 Big Five 噶嘛，我講過啦。即係頭髮嗰、那個退步手下邊加宗教嘅宗字，好齊啊！係啊，係啊，好撚閪嘅個樣隻狗。OK， 屌你老母 Big Five 咧！我後來我見曬嘅一日之內，咁啲人話我好 lucky 啲後話啦，就見唔撚到喎。屌啦！佢撚到邊度？佢見到啲閪狗喎，嗰啲閪狗個樣又好撚閪嘅，即係譬如啲人咧打完獵咧，佢唔會自己打獵咁撚奔走嘅喎。就譬如人啲獅子，隊撚咁多隻鹿喺度食食下咧，佢走去屌你兩閪食獅子食剩嗰啲分一杯羹啊，又或者屌你甚至乎咧溝佢哋多人，只獅子好撚老啦，得一隻獅子戇撚鳩鳩，佢哋咪成扎嗰啲咁嘅唔知乜鳩嘢狗咧，屌你走去喺隔離，屌你真係好撚似。即係咩咁樣啊？屌你分一杯羹啊！係，屌你老母係咁撚閪嘅！即係去抽水。嗱，琴日啊，琴日咧係出現埋呢啲咁嘅情形嘅喎。我唔理係示威者打差人，差人打示威者都好。結果我喺就前日開始聽新聞，到今日聽新聞，嗰啲咁嘅街坊咧，大不了都係講啲咁嘅説話啫。例如，唉，咁啊，始終暴力都唔好嘅，唉。不過政府真的要聽下人的意見。哦，係呢、這個連啲茶餐廳藍絲，我平時即係見開啊嘛。藍絲啊，即係你食你食早餐都係嗰啲人㗎啦。佢朝頭早差唔多嘅時間都係話：，唉，咁你林鄭係要早啲出嚟去面對係講嘢。你要面對㗎。佢依家咁樣收唔到科㗎啦。嗱，而家我想講咁講，我唔理你黃絲藍絲或者嗰啲招土，我暗暗喜歡一回事啦。有邊一個想你自己問自己得啦？示威者被人殴死一百幾十個，差人死翻一百幾十個，可能你話差人死 OK 嘅，你哋係咪想咁樣大撕裂？可能林鄭想想係香港咁樣嗱，正常唔係啊，咁我作為招土派我都唔能夠話唔想嘅，咁但係正常作為一個管治嘅特首係冇理由想噶嘛，嗯，即係譬如我做立法案委員，即係屌你老母業主委員會，我幾希望喂大家屌你老母，個個揾到食，安享即係豐衣足食嚇。唔好搞咁撚多嘢，雖然你哋投唔到我票，但係你豐衣足食咧，我就可以同啲大業主邀功，於是乎佢哋都可能繼續支持我，繼續做。正常係咁噶嘛？點解林鄭會係竟然老實講，而家你嗱佢始終雖然唔係咩尖子，佢自己認嘅，但係未至於係睇唔到呢啲局面嘅。好明顯而家係玩放屁，係屌你搏鳩衰佢嗱，第一喺混亂之中去抽油水，第二就係搏衰香港，你班人想報仇啊嘛，搏衰中央。就是屌你，我等得个烂摊子睇你点搞？你叫我执烂摊子，我搞捻难啲，我睇你点样面对国际社会啊？还掂啊！我到下年啊，你都要炒我啦！依家四个跳楼，随时唔知佢四个，我唔单止要多啲人跳楼，我要有啲示威者俾人打死，有啲警察佢殉职，哇！咁我就最 happy。嗱，我而家我呢叫女人嘅心态。我煲咁耐，但系呢啲心态系绝对嗱，你个老友林歪都玩过唔少女，有啲富鸠人哋噶啦。
咁我冇乜點負咧。好嘅，少少啦。即係叫趙元未必鬆啦，即係趙元鬆人哋唔想啊，林威鬆嘅佢又鬆。係啊，有時係啲女撇鳩林威啊，趙元之後，我撚慘啊，係啊，有啲咁嘅事。咁你要早啲，等佢撇你啊嘛。OK OK， 但係女人獨起上嚟咧。由先我哋講嗰啲，你話做節目啊，係真係會咁。係啊，最毒婦人心。屌你老母！你老實講，即使係建制派，即使係老鼠城，喺一個月前已經不斷有人講好多嘢。喂，大家係咪真係要出嚟傾咧 ？Anyway， 就算傾唔到咩出樣，喂，特首嘅權力非常大噶，唔好嚇嚇大家咧。如果你嚇嚇話中央唔俾，中央唔俾，咁呢個特首廢嘅，唔好諗大家，不如一國一制。係啊，特首嘅權老實講仗在外，作為一個老細。從來都咁啦，你搞撚掂啦！我上個禮拜講，你唔好幫我添煩添亂啦，係啊！我大撚把嘢煩，我對住特朗普啊，戇鳩嗱！我上個月講過，七月六月十二號話香港從此不一樣，咁大家見到咯 ，OK？ 而呢個從此不一樣咧，係一步一步咁樣向前繼續去進發嘅，實現我嘅預言或者大家嘅夢想。大家嘅夢想係究竟係點樣先 ？OK？ 嗱我。今日咧，即係大家係咪覺得喂逼到佢嗰五個訴求啊？於是乎，大家可以又係安安樂樂、豐衣足食咧，唔好咁多事咧，大家和和諧諧咧，翻唔到轉頭。其實同大家講啦，你而家就只能夠係點講咧？即係我見到好多場面咧，甚至乎啲藍絲嘅，我覺得都好難分啊！藍黃而家都係有一種咧同仇敵氣咁嘅心態嘅，而黑警。即係我誒唔知邊節會講啦，你哋更加係要醒目咁樣，要記清楚究竟你係做一個警察定黑警？你要保護市民，保護市民，保護市民。嗯 ，OK， 唔好俾上層玩鳩你。依例執法，你警察。嗯，如果你係保護政權嘅咧，仲何況呢個政權唔係人選出嚟嘅咧，你就係黑警。即係唔好諗住喂，我都係打份工嗱，好多啲咁嘅説話噶，我都係執法者，唔一定係咁噶。而我係聞到陣味咧，係陸陸續續，甚至乎我要同警隊嘅黃絲講，勇敢地，譬如你係即係首長級啊，我唔知咩級啦，勇敢地屌直斥其非咯。警隊反正佢一該都俾人屌老母都咁啦。係啊，甚至朋友之間勇敢地駁斥一啲荒謬嘅言論。我想講啊，林鄭月娥頭先講到啊，嗱喺我講啦，佢頭先喺度話都算係暴徒。我要問，以規模而言，點解2016年嘅魚蛋革命，嗰個係暴動？琴晚唔係暴動，咁樣毆打人快喎，仲撚勁撚過，屌你老母！即係魚蛋革命喎。係啊，基本上當然你問我眼中。兩日都唔係暴動啦，係啊！屌你暴動，我老母咁撚過癮，仲喺度喎裝下我老母。暴動啦！彌敦道就唔會通車，新城市啊，應該今日啲鋪頭俾人燒曬啦。我想話點解咁耐都仲未 backfire 民意逆轉？係因為有好多唔理事嘅市民，唔撚關事，唔係一個啊！旺角開始上水如是，沙田都係咁。嗯，我屌你一家大細抱住 B B， 你都兇，連阿婆都兇過你先撲街嘛！攞住警棍係咁兇咁。咪啱咯！老實講，我都話啦，呢個世界要我哋冇權力嘅人林康正，要去即係逆轉民意，屌你企喺街頭講四個鐘頭 speech 都未必搞得掂啦。但係有呢啲咁嘅黑警，就咁嘅對手，你又何須？係啊，哦呢個叫小柏林，屌你冇！哇！小柏林，我真係想打，我真係好想鑑生打撚死佢，唔怪慘啊！將你兩粒珠子喺佢面前，我哋用打少少麻醉針對一份，如果唔係痛到喐唔到嘛，開落攞兩粒珠子。擺出嚟，我諗佢已經雖然麻醉咗啫，哇兩粒春子喺度係咪好撚？我執擺喺台面啦，佢咪講到啊點啊好撚慘啊！即係好似咧屌嗰套乜撚嘢《尋日的羔羊》咁啊，然後喺面前啊屌你老母，擘撚大眼捉撚咗個頭，屌你老母，呼呼，真係好似啊屌你你排雲掌咩排雲掌啊，冇咩嗰個咩迷蹤手啊，啪！哇，鑑生將兩粒羔丸，屌呼呼呼，哇屌你老母，閪諗起都過撚癮啊！高丸搓湯圓，挑你老母啲咁嘅冚家產，一陣先逐樣講。咁當然啦，我見到啲即係所謂嘅偉大嘅區議員又好，但我唔喺度太過苛責佢哋嘅，因為即係人哋都唔怪你啦。而家你話你知你議員啦，但係咧，我見到你把口咁撚蠢咧，即係包括黃之鋒咁口舌辯級啊，我真係好撚敏咯。即係原來你要嗌交同啲阿 Sir。屌你老母喺呢啲嘢，我啤你要出馬。你睇下尋日我現場，所以點解咁敏一路做直播，因為咁咁撚柒嘅，把口咁撚蠢嘅。OK， 好啦，點解唔宣布暴動戒嚴？
即係話屌你老母，係佢哋一佢真係驚宣布暴動戒嚴，佢喺而家心目中咧又覺得驚個社會會反彈。咁點解會驚個社會反彈？即係話佢哋得到嘅 data 同埋佢哋收到嘅民間信息，似乎啲市民都仲係比較同情同埋支持示威者喎。嗯。咁既然係比較同情同埋支持示威者嘅時候，如果佢而家宣布戒嚴暴動嘅話咧，就反而可能令市民咧更加會同情示威者，咁就達唔到佢個計啦。因為佢個計就希望示威者被社會屌你都不同情啊嘛，然後差人去打佢哋啊嘛。啲差人有啲做啲事，希望個撕裂更加大啊嘛。死埋啲差人去仲開心。屌你老母閪，所以你當差嘅係要 be smart， 唔好咁撚戇鳩啊！係擺明已經好撚清楚，係擺你哋上台啊！係推你去死，係擁你去死啊！然後你嗰啲咁嘅警察家人啊，仲話屌你老母要殺黃絲呢樣嘢，都見數啊！冇所謂啊！啲見數話打大力啲，我唔怕被起底嘅。我話俾你哋聽啊，你哋一殺示威者，結果。這個悲慘的命運就是示威者都會殺你們，嗯，這些是不是犯罪啊？不要說犯不犯罪，這些就叫不能回轉頭。如果你們這些差人，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些警察家屬覺得這麼擔心，覺得示威者這麼奔走，要打死他們，嗯，你們這個心理準備，跟著你老公都會死。我不是恐嚇，我亦都不想發生，嗯，所以大家呢，我唔該，尤其是聽節目嘅呢，大家香港人，大家醒目仔，屌你老母，喺執法有一千種辦法嘅，再唔好講呢幾日，你係根本由頭到尾就係用一個屌你報仇嘅心態，睇得太清楚啦。我嗱，除咗林康正落去，但係前日上水，我仔都有出去。都有回來跟我匯報，我就全程屌你，我沒辦法，我星期那天我就沒怎麼看，在這裡做事，昨天我回來看多一點，昨晚屌你老母，你這個被人走才行，你叫人走就是這麼簡單，因為是你的差佬答不到你，喂，哪條路可以走，他都口窒窒，總之你大人點走了，走了走啊！你唔走啊！左山眼光啊！走啊！咁撚樣嘅樣係，俾路人哋走啊，大佬！咩路啊？走啊！走啊！走唔走啊？你係搞笑啊！你喺咁嘅情況底下，癲撚曬啊！你喺咁嘅情況底下，所有琴日俾人打嘅，屌你都叫你去 claim， 你要 claim 你嘅上司 ，claim 你個阿頭，甚至乎 claim 你個阿姐林鄭月娥。OK， 咁就啊，蔣麗雲咧講多少少咯，話屌你成粒鐘一節做咗黐撚線啊！蔣麗雲咧就話咧，喂記嗱，蔣麗雲今次真係咧同我咧有呢、這個啊，即係一個同一意見，即係咪佢一向我啲 Facebook fan 嚟嘅蔣麗雲。其實葉劉都提出過呢個意見啊，就係唔好批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即係一出嚟遊行咧，嗯，即係佢哋咁嘅意思就覺得就係非法集結啦，等你遊行都唔得，我就非常 welcome， 試下，你嚟啊，你試下，你試下，我覺得非常 welcome， 仲要拆洗現場，香港人包括。建制派的人都話：，嘿，咁啱啦，拉撚曬啲人啫，唔撚得俾你遊行，搞撚搞陣。嗯 ，OK 啊，大家不要忘記啊，全世界 monitor 住香港啊，個個都因為擺好多錢喺度，因為香港係一個國際城市，就算喺1949年你共產黨立國之前，香港已經係俾英國佬加分咗60-70年啦。嗯，一直都係個國際城市。你又試下，如果連遊行集會都唔俾嘅話，香港仲係咪香港？到時你哋樓價大跌，你呢班咁嘅藍絲假若有樓嘅話，屌你老母閪，到時又怨邊個？所以我覺得大家到時咪藍絲都上街咯。而家係應該同仇敵氣，嗯，不為假安穩。當然佢哋唔會聽啦，不為假安穩而噤聲，只能我哋一定要為真自由去發聲。無論如何，屌你老母閪，好啦，外媒咧就話咧，中央期望留低林鄭嘅，咁啊管中原機就因為咧，唉林即係冇人肯做呢樣嗰樣，其實屌多撚魚啦，起碼一個人肯做嗰就係葉劉啊嘛，屌你老母，唉你唔好撚當佢冇到。仲有一個叫湯家華，係嘛？湯家華我諗佢都冇咁想嘅，係葉劉流撚曬口水嘅，屌你咯！葉劉就話咧，今日都好啦，好笑。葉劉就話咧，屌你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啊！都查唔撚到外國勢力，咁你監警會查到咩戇交？係啦，即係佢想喺度即係仲喺度頂啊！跟住又話，咁至於屌你啲民憤唔撚實，嗱呢一句先招職喎。嗯，民憤唔使查都知啦。哇！屌你老母，你林鄭月娥老，但你都係行政會議成員喎，你有份喎。嗱，你咁講，但係佢話佢係行政會議成員都唔係個個查，你估我哋個個同意㗎？啲嗱，你要搞清楚。而家喺你諗下啦，我哋講咁多嘢。嗯。林鄭月娥屌你老母閪，係圍住呢一班咁嘅人身邊，
面對住呢一啲咁樣嘅所謂同事、夥計、下屬各樣各樣嘢，佢展現咗由先我所講嘅心情係絕對合理嘅，反而係最合理。佢根本點？你老實講，就算當你預計唔到，睇到而家目前情況啦，旺角嗰次，點解會繼續容忍啦？點解會可以繼續擁啲差人去死啊？其實應該咁講。嗯。屌你仲喺度扮緊曬嘢去探差人，我話俾你聽啊！嚟緊呢個禮拜啊，21號民陣啦，因為民陣又 call 友，而且今次係去預留升級喺金鐘集會，喺金鐘講到明預留會升級，你哋又點啊？警察甚至朝頭早啲連燈仔都話要圍呢、這個即係、就是、警察總部政總，係政總。你諗下就係今朝我講少少花絮啊，容許用20秒。係當林鄭真係探呢位警察嘅時候，咁啱佢老婆咧。就過嚟想探佢老公，佢個仔亦都係想出面探，結果全部都唔俾探。等林鄭探完先，做完 show 先，佢老婆同埋個仔喺出面就屌撚曬鬼話：有冇搞錯啊？我哋都唔可以探，冇食飯喺度戇居居坐喺度等。屌你老母！呢啲做 show 就係勁撲街。呢啲係咩政府？呢啲咪係乜撚嘢嘅冚家產政府？屌你老母，休息。